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先拿了我就要跑喽。哎，这样不算拿到吗？哎，有。我还是想跟他们打。哎，来了好多人哦！这带的士兵好强哦！这为什么不能先拔出武器啊？啊，可能是因为我什么任务都还没做，所以他什么都还没教我。他转身跑哎，我的血怎么都没有回来啊？难道血是不会回来的吗？这样有点不妙哦，不可以互动。那我不是再遇到几个，我就要死了。啊，还是说这个是啊，那个是药水，我按上就可以补了。原来如此。这好像恢复以前的设定啊，好强哦！这样子跑的，看来我得预备会有药水的消费。过不去吗？诶，居然跳不过去。结果看起来应该会在上面。既然都到上面了，我互动看看好了。消耗品全部补满，商店就是补消耗品用的就对了。是在这吗？是。这个太高了，没有办法算障碍物。最后一个，这个是什么？快速旅行。我去拿最后一个箱子，还有一半。
等等，不要滑下去。哦，安全可以加速下滑哦。可是我现在没有要滑，等一下再滑。再来这边。试试看啊、哦，按圈可以加速。哪里呀、啊？哪里滑？哪里滑？你就跳下去啦、啊。然后还是要滑开始之后才行。不对，我们又要爬那个塔。好、哦，它上不去了。我觉得需要。所谓的弹墙，不是按着就行了。看这个桐树，就有一种超爽的感觉。又有一个蓝色宝箱，我。所以按下自由奔跑，它就会。对，向下自由奔跑的时候，它就会做跳跃就对了。看到有两个士兵看守，哎，那不能直接刺杀他们。我拿个东西就走，不要紧张。哇哦！哎呦！不，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血量。不过拿到了已经算拿到了，就算了吧。这是什么？去看一下。好漂亮的衣服哦！欢乐菜单酒店，在凡尔赛的欢乐菜单酒店由路易十五下令建造，用作筹备王室庆典和节日安排的场地。最有名的是在1789年三级会议也是在此处召开。在革命期间，它也曾被当作是法院、军营、面包集散地等，用途相当广泛。这栋历史建筑物的这栋历史性的建筑物在1800年有多处被毁，之后其所有权被卖给了一般公民。今天这个地方已成为凡尔赛巴洛克音乐中心的场址。那所以，
哦，它是有条目的意思吗？那我先拿这个吧。这个是不能开的。二楼。这里还有帽带还是帽饰啊？忘了。都没有地方可以出去。啊，这个窗户可以出去。哦，我看到你了。在这边约会，你刚刚我遇到那个女生撞衫了，你知道吗？不用下来啊，从屋顶过去就好了。又是有卫兵的啊！再一次不要再死了。You gutless minnow! I'll rearrange your bloody spine. Come here. Stay right there. I'll smash you, you gutless horse. You won't get away. Now where's he bloody gone off? Ow! Ow! Turn yourself, rat! Ow! 不是这样子的吧？怎么那么强啊？啊！哦，我可以格挡。啊，终于啊！看你们身上有没有一点药水，可以补一下。不可以偷武器啊！好难打啊。不是有三个人吗？
我哪来的樱桃炸弹啊？我终于跟守卫的打三中，我有一场是赢的了，终于。再来，去拿那个黄色的宝箱。我不用跑太高。大家都穿差不多的衣服嘛。其实，所以他们那个，颜色不一样，有些有花式比较多，有些比较少。结果都在街上看人家穿衣服。他们的领口都好低哦，这个比较高的。等一下，我没有做什么坏事哦。这个要拿到宝箱可能有点困难，挑战。看起来这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宝箱？主管也还好嘛。再来，这个好了。哦，它还是在高处，这边有线可以过去，这样就不会被发现喽。然后这个好了，好多哦，我觉得我拿了好久了。没有路，我看到不太一样的服装不见了。咦，我看错了吗？就这样捡人家家偷东西。再来这个，
扇，跳过去，跳过去，对。看到你了。嗯。接过，接过，接过，接过。嗯？翻过去吗？Don't pester me, my dear. 啊？哇！为什么我不能从这边下去？拜拜！接过，接过。他来去哪里呢？不难过。那我现在已经在边缘了。哎，那一片蓝呢？哎，这个上不去。居然还真的有上不去的东西啊！我以为他什么都上得去。抱歉打扰了，在里面约会。这里有一对，这是在画画，根本就是约会圣地吧？我看到一对。没关系，我只是要宝箱而已。盯着他们。中间不知道会不会上去，可以，然后再上，方便呢。再来是这一个，我跑超过了。诶？在一楼吗？
没有啊。我再另外一次。怎么没有出现？哦，没有在楼下的话，就应该是在楼上。找到你了。这两个终于，哦，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很确定他的跑酷到底该怎么按。我如果按的顺，应该也可以跑得很顺。剩最后一个了吧？怎么看呢？怎么看？怎么看？选项吗？啊，不是不是，对，剩最后一个了。到底按着叉叉跟没有按着叉叉有什么差？这应该可以当做那个跳过去，耶，可以。然后这个也当跳障碍物，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当障碍物。这个当障碍物，可以，可以，不行。似乎是比人还矮的就可以当障碍物的样子。他不能跳跃哦，明就有草堆，应该。没有。二楼吗？全部找齐了，没有跳出一个什么？像之前那样晶晶的东西吗？我去商店补个药水吧，之前用掉了不少。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